玩呢，我知道是你，快啲开门俾我啦！嘉慧，你见点啊？醒下！而家佢终于走咗啦。放心啦，你朋友已经冇事，佢好快就会醒翻。之后，我同嘉慧就离开咗城寨，点都冇再翻入去。亦因为呢件事。我哋变咗做情侣，不过嘉慧因为惊吓过度，有阵时行为会变得有啲古怪。喺老细嘅安排之下，我哋调离咗外景组，一直留喺 office 做嘢。就咁过咗三个月，喺四日之前，我收到嘉慧一则奇怪嘅 message， 之后就点都搵唔到佢。呢几日收咗工，我都会继续留喺 office， 希望可以搵到一啲有用嘅线索。
想找回嘉慧啊。你到底边 Q 过？乜咁冇记性啊？之前喺城寨，我仲救过你一命。你听我讲先啦，你哋公司上次系唔系买咗一 set 二手设备啊？入面有部 DV 机，好邪噶。就系你上次喺城寨用嚟拍嘢嗰部咧，但凡俾嗰部录影机摄过嘅人。都会受到诅咒，唔信啊？你就去找下之前影录嘅片，亲眼睇下咯。又到咗逃出灵界点探灵时间，我系阿海。今日我哋嚟到呢个地方，阴气好鬼重啊！系传闻中粤剧花旦分尸案嘅现场，我而家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
慧，嘉慧，等阵啦！吓，呢度咪系头先阿海拍嘢嗰度？嘉慧咧？